哦，对越长大就越多花样。上次妹妹穿这条袜子，还在大腿根那里，现在就已经到膝盖了。她是长得可能比较着急，刚才别人说根本就不像是九个月的宝宝，像是一岁多一点的。我朋友说像两个多月的，不是两岁多的。两岁又有点夸张了，一岁差不多吧。在街上你要看到那些一岁多小宝宝就长这样，嗯，有点不好看。之前是可以到这里的，现在这么短了。人家也有这种过膝袜了。现在长得也不算是很磕碜了。昨天晚上打扮前那个样子才叫做很磕碜。是睡觉之前。睡觉之前。突然想起我妈的一个朋友，刚好就是房地产的老板嘛。本来想买他家楼盘的，要过两年的时间才能交楼，然后就没办法没买他家的。他就说你买房怎么样都好，你十来年就要换一套，非常影响运势。但是买了新房之后那个运势相当好的，最少可以好个3-5年时间，只要你选的东西也选得好的话。他跟我们说买楼呢一定要买称心如意的，要买大的，所以说买了之后不后悔，至少住人呢能保证以后多生几胎都还是能住得下。其实早期买贵是省钱，不是说在花钱，省就省在以后就不用继续换房了，也不用愁着空间不够用，房子最大的问题还是空间的问题。他这么跟我说。其实也是很多人信风水问题嘛，看这两户他的门都是建的有点斜斜的歪歪的，应该是看过那些风水角度的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圈子的问题，还是我接触的人都这样吧，都有点神神化化的。反正这种东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。虽然说我是现代人，但是古代的一些东西还是有必要相信一下的，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禁忌。走了，我们看房去。妹妹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今天我们又过来看房子，这一套呢是190平方，算是这种楼层的最大的楼层了，最大平方的楼层了，空间相当大的，光这里就接近1.8米-2米，很少有这么大的。旁边是别墅，楼王算是别墅吧，然后过来是这个190平方的，我也挺喜欢这么大的户型，主要是房间也够大，用来做柜子啊或者人行动啊，各方面也比较好一点。厕所我刚刚算了一下，它不在中间。据说那个厕所在中间是不太吉利的。然后房间的厨房呢就在西边，正西边，还好。南北通透，有两个阳台。这边也挺好的。哇，光阳台又这么大两个。为什么我们每天都来看这个小区呢？因为这个小区的楼间距特别大，很舒服。嗯，就等于说不会阻碍到采光，还有通风都不会。最重要的是这个小区有很多同龄的小朋友啊，应该在那边好多同龄小朋友，现在还没有上学的就可以一起玩。又香港又工资呀。这是厕所。这个是应该是小朋友的房间，挺小的，主人间有两个，厕所有三个。这个也是小朋友的房间，
都挺大的，就这个房间的面积的话跟其他房间的主人间差不多，就是除了厕所之外嘛。这个也是一个主人间，进来就是厕所，然后是应该是老人间吧，老人上厕所啊各方面也方便一点，房间里有的话。这个才是主人间，进门也是厕所，这里可以打一个非常不错的壁柜，打一个柜子进来，洗手间也够大，这里也够大，而且采光通风各方面感觉还挺好的，直接可以在这里看到外面的别墅，有时候在这里喝喝茶啊，听听音乐，看看风景，也挺不错的。一般还没有装修的房子就是堆了很多泥沙嘛，看起来应该没有那么大，但是我一进门的话看这个厅呢就觉得好大了，对，就是感觉很宽敞，然后房两厅两个大阳台，我刚刚我以为是四房呢，结果仔细一看应该不止啊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房间，真的是还挺宽敞的。哎呀，这是谁家的大面鬼呀、啊？走咯，回家睡觉去咯。安姑姑不知不觉呢就九个月了，我们一边翻照片跟视频啊，就一边感慨，哎呀，长着长着又偏掉了，没有以前那么可爱啦。就觉得一眨眼就长大了。对。时间大家可能觉得过得很快吧，但是真正的带娃的时间是挺难过的，像我这段时间基本上都没有休息好，就是妹妹晚上会起夜比较多。昨天晚上啊，立新跟我说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我之前我听都没有听说过，我大半夜听谁说呀？听你说，就是之前你要听谁说吗？也对，我大半夜自己跑起来自言自语梦游，而且眼睛还是打开的状态的，可能就是跟休息的质量有关吧，休息不好的话据说也会有这方面的因素。再过几个月你就不能用尿布喽？哪里呀、啊、你们要用到一岁多怕自己戒掉啊。像这些奶瓶啊，有的店家他是会高价回收的，一个大概20-30块钱，但是我想都知道，想都能想出来他们是用来干嘛的。哎，这么值钱吗？对，它一个都20-30块钱，我们基本上有40个左右吧，30-40个随便都能凑出来，光这里就有2罐奶粉的价格了，就800块钱左右。我也是突发奇想的，把这些罐子全部给砸了吧，不然我老妈把它卖出去之后，不然流通到市场上面，别人拿来做假啊啥的，非常害人。把它弄烂了的话，应该就没事。谁家的宝宝都是宝宝，我也不希望说这些包装啊之类的。如果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话，那基本上市面上就买不到假货了。当然购买渠道啊各方面还挺重要的。走了，买下去吧，立新。等一下吃完饭我也有其他事情要忙了，还要去一趟娘家，立新娘家那里送一批货。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哎呀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他刚刚还会自己摇来着，拜拜。嘿嘿嘿。